台北科技大厦希望变更这都市计划，来拨出部分的台北碧绿工厂的土地，让学校来使用。今日进步这都市计划委员会再起的开会来讨论，包括这个当地里长，还有这台酒工会代表是拢有部调抗议反对，指控这北科大把家己的大楼租出去，再来这碧绿工厂抢地。对此，这北科大回应讲，这是不实指控。在国土管理署外口有白布条，搁一个集合抗议，针对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专案小组，一再讨论变更中山区都市计划案件。台酒工会联合会长理事长赵明环重申，反对北科大使用台北碧绿工厂的土地。把台湾啤酒发源地、活啤酒产业文化活活的杀死。建国啤酒厂是全民的资产。不是北科大的资产。当地里长不满这个案时，是时阵做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任内快速当期通过，呼吁应该停课调查。里长更加指控北科大有这些大楼煞连环租出去，才招来台北碧绿工厂抢土地。他们的租金的收入，都预算都高达2亿左右。北科大的大楼拢在租人，伊哪有欠好地？北科大中心，迄时阵行政院为着要整合文化资产保存、高教资源充足，各国有土地活化协调各单位嘛得到共识，同意甲部分台北碧绿工厂土地部分使用，但里长的指控是不实的。产学合作的空间都是为了希望能够降低学用落差，还有跟我们学校老师共同合作所设立的共同研究的中心。它富有很重要的这个技职教育的意义在里面。反对者诉求美如工厂未当切割，应该完整保留。北科大是强调有专业经费、有能力好好保存古迹。会在多委会专案小组听正反的意见，会把这意见整理了后，后续阁交予大会来审议。记者林永平做台北报道。